今天来到南投的九号森林，它位于六号高速公路的路边而已，还蛮近的。你看六号下来一下子就到这边了，海拔不高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高速公路就在上方哦，就在右上方这边。它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它的造景特别漂亮。那我们往里面走去参观一下，每一棵树都很大棵，而且都是一些经典的树款。虽然我看都没有啦哈，前面的这些松柏啊，看起来就是价值不菲。我们往里面走，它里面有分玻璃屋跟营位，我们先过去玻璃屋看一下。营区里面是不能放汽车的，所以我们下完装备之后就要把汽车整开出去外面统一管理。这边就是玻璃屋，前面还有一个大瀑布，哎，哇，太酷了吧！重点是瀑布的旁边还有螃蟹。底下有一个小溪流，走下来的话不用三分钟吧，还蛮近的。可是今天应该是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溪水比较浊，然后也比较湍急，所以你可能要到石头比较多的地方，或者是分歧出来的小溪流玩水比较安全。那记得一定要有家长陪同，这个很重要，像这个小分流就可以玩。这孩子一直在看我的频道，完全阻止不了。你一定会订阅100次，对不对？谢谢你，给你一个赞。回去叫妈妈多申请几个账号，爸爸也要讲。哇！